大家好，我是小车阿忠。今天我咧整理我的这个第三个那个水池啊，我有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啊水池。其实我总共有四个水池，啊，这个是第三个是属于比较大一点的水池。我已经整理好了，我们来参观一下。这个水池啊，我拄仔搁甲边仔草啊，搁甲整理整理。哦，好无，顶工已经整理一摆啊。啊，整理摆是咧，甲迄大樟草揪掉，今仔甲迄细樟草搁整理掉。这款山区的水爱非常曝水啊，啊，做一个曝水。冲着就对了，水边哦，活水就对了，莫死水。啊，其实遮嘛，这地下出来水。这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水。啊，这个接一条杠出来，是啊。这无种，这也无饲物件啦。这拢有一个像迄个山顶的虾啊，小虾，很小那个小虾，足细只迄种虾啊，然后再吃迄个。水垃圾啦，来看这個。哦，这大只你看，有无？水垃圾。这只啊，整理整理。啊，这嘛迄个水草，这款的水草。喜欢水草，鱼也比较最喜欢这种水草。啊，搁这是迄个水蛹菜，啊，正如啊正常种的水蚵，这真深哦，这打落去听讲去，但是嘛，袂使山区的水库也袂使亲近，有危险性。好，今天我就分享到这，谢谢。